你要是再不还钱，我可算你们家找你妈找爸要去了啊！啊，不好的呀，你要是再不还钱，我可算你们家找你妈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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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要去了啊！啊，不好的呀，你要是再不还钱
我是乌丽萍。今晚你有空吗？你见了面就知道了。他呀，最近正筹拍一部贺岁片呢。嫖还是不嫖，这是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或是默默忍受无名无利的痛苦，或是借助别人的才华飞黄腾达，这两种行为哪一种更高尚啊？看得出莎士比亚当初也够为难的，可是那会儿的创作难度哪能和今天比？现如今什么都让人写过了，就是不嫖也难免和谁碰个照面，真累，还是睡着了好。睡着了也许还会做个有灵感的梦。请问赵导，据我所知，今年有一大批贺岁影视剧投拍，您在这个时候仍然选择这个载体，是不是有些冒险和压力很大呢？怎么会呢？如果说冒险和有压力的话，不会是我，而是那些自不量力的导演。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们根本就不懂得什么是真正意义上的喜剧。那您对喜剧的理解又是什么呢？喜剧其实是一种极其高级的幽默艺术，它有别于那些低级的滑稽模仿和靠耍贫嘴来隔着观众笑。我认为目前我们国家盛行的所谓的这些喜剧都应该归为闹剧和曲艺的范畴。喜剧可是个高级的艺术，不是什么人都能轻易涉足和驾驭的。那您的意思是说，目前其他导演拍摄的贺岁片也好，或者是情景喜剧也好，都不能称其为真正意义上的喜剧了？所以啊，怎么能说我在冒险和有压力呢？如果有，也不会是我而是他们。我敢把话放这儿，5年之内中国不会有人超得过我拍的电视剧。您可以预测一下这部戏播出以后的反响吗？肯定万人空巷。那拍完这部贺岁喜剧以后，您还打算再拍吗？我当然得拍了。哎，我不拍老百姓看什么呀？佩服，真有比你能写的啊。你说这要是按10000块钱一集算，这作者还不发了。这年头还真有不怕死的，谁要是敢出钱让我写啊，就是1000集我也给他窜出来。可惜咱没这命啊。哎，你说我怎么就老扎不着这么傻的？小姐，你是来参加这新闻发布会的吧？肯定是一记者。小姐，我说的对吗？你猜的绝对不对，人家肯定是一演员。小姐，你的戏运真不错，能被我国著名导演选中参加拍摄这部长达220集的电视剧。这部电视剧一旦在黄金时间播出，到时候观众连天天露面的新闻播音员都得给忘了，就记着您了。你们这套忒老了点儿，没戏。蒋丽，嗯，你说这吴老板有戏吗？反而说了，只要剧本好，就考虑给咱投资。这话我可听多了。什么叫剧本好呀？他知道什么是好剧本？干嘛那么认真呢？最不济咱还弄顿饭吃呢吗？不是？哎，你赶紧呼俩蜜来。这事儿你甭找我，你还缺这个？我呼了，全来不了。我就知道你得揽这种脏事儿。告诉你啊，我是来谈剧本的，不是来给资本家发蜜的。哎。我这好心好意拉投资帮你拍电视剧，我图什么呀？我，你以为你写了一糟剧本就怎么着了呢？哎，是不是咱不给他发蜜，这顿饭就吹了？要早知道这样，我还不如去那边吃自助餐的。蒋丽曾经在一个广告公司搞过宣传策划，认识不少女孩。后来他跟老板闹翻了，据他说是为了一女的。我和他是在一个电视台的晚会上认识的，这台晚会的导演忒没眼力劲儿，用了我瞎写的一糟小品。
蒋丽是晚会的副导演，他毫不客气地挤得了我一顿，我也没什么可说的。不久我们就成了好朋友，他还帮我卖过一个20集的连我都不爱看的烂剧本，前两天电视台刚播完，没想到收视率还不错，我还真有点受宠若惊了，可稿费至今没收到，说不定这小子给我玩了道阴的。蒋丽想让我见的人姓吴，名立伟，人称伟哥，据说非常热衷影视事业，他的另一爱好是英国绅士们发明的斯诺克台球，一得空吴立伟就泡在饭店的台球厅里。据我观察，他痴迷斯诺克世界冠军亨德利的程度绝不亚于他崇拜的影视明星。吴立伟一生只有两个夙愿，一是携带他亲自制作的电影远渡重洋，奔赴美国洛杉矶参加奥斯卡金像奖的角逐，二是有一天扛着戴维斯亲笔签名的球杆去英格兰灭亨德利和怀特他们一道。为此吴立伟和一个叫许宁的天天趴在台球桌上昏天黑地的切磋球艺。这不是瞎捣乱吗？喂，谁啊？我知道，今天晚上公司有事儿，我真回不去。刘啊，有没有搞错？每次和你打个屌桌球都这么麻烦的啦，把你那鸟手机先关上好不好啦？你叨叨个屁呀、啊！我媳妇儿。哎，不是，我怎么有时间打桌球呢？你放心，我忙完了公司事儿我就回去。哎，我又给你带了好多 VCD 回来，今晚上我就给你带回去啊。许宁天生一副好身材，身上没有一块多余的肉。按他的话讲，他最适合台球这项绅士运动，大概是因为他长期从事这项运动，故常年累月西服革履。许宁早年经常南下广东，不仅球技大有长进，还学了一口不伦不类的广东话。论球技，吴立伟根本就不是许宁的对手，但他从来不服输，为此他不知给许宁交了多少学费。许宁还有个毛病，动不动老爱摸人屁股，吴立伟对此深恶痛绝。捣什么乱？该我打黑棋了吧？劈了，都他妈我媳妇儿电话给闹。哎呦，对不起，我不会喝。给他倒上，哪有不喝之理？就是啊，怎么可以不喝的嘛？见面一杯酒，能活99啦。哎，我说饭还没吃呢，你老剔什么牙呀？这你就不懂啦。饭前剔剔牙，日后能发达呀。你瞧你那德行，感觉请他吃饭似的。怎么不该请我呀？今儿老吴输我好几盘球了。不是，你们给老吴约的密呢？我约那几个今儿晚上演出去了。哎，费小弟刚才呼了几个，还没回电话呢啊。我可没呼啊。再说我也不认识什么密。什么密不密的？咱们今天是来谈事儿的啊。谁不让你啊最爱护密，整个一舒尔美，层层保护，用心照顾。我要是舒尔美，你就是安尔乐呀。安尔乐好啊，安尔乐的保护是体贴又周到啊。你们俩这做广告啊。来，为了咱们的合作能有个良好的开端，干一杯。费边，你要不能喝就随意啊。来。吴老板，费小弟可是咱们国家一特有才华的编剧。是吗？你都写过什么呀？没写过什么。哎，你别谦虚啊，吴老板是一伯乐，特善于发现千里马，他给好多影视作品都投过资呢。是吗？那您都给哪些影视作品投过资啊？多了去了。这几年不是流行古装戏吗？大家都觉得这类题材有利可图，对吧？对呀，所以您就一直给古装戏投资来着吧？不对，被大家看好的题材我偏不去碰的。那您碰什么呀？我呀，专拍青春偶像剧。哟，吴老板，不瞒您说，我写的这个剧本啊，就是一部青春偶像剧。没错。哦，快说说，青春到什么程度？偶像到什么程度？不瞒您说，吴老板，要多青春有多青春，要多偶像有多偶像。哎，能青春的过迪卡吗？哎，甭迪卡了，迪良也没戏啊。你看你还是个编剧的，怎么可以连美国的迪卡普里奥都不知道呢？吴老板，鄙人才疏学浅，孤陋寡闻，让您见笑了。
吴老板，前日子电视台黄金时间播那个费小弟写的电视剧《将离婚进行到底》，您肯定看了吧？我从来不看电视剧。哟，那我今儿干嘛来了？哎，不是，这可是您今天让我约费小弟来的呀。有没有搞错啊？人家伟哥不看电视剧，并不等于就不投资拍电视剧。对，我就是这意思。吴老板，我知道你看不起我们写电视剧的，我又何尝不想写一电影剧本啊？可是没人抻我这茬啊。我抻呢。吴老板，我就跟您这么说吧，只要是您能投资电影，我立马给您传一电影剧本，保证您能名利双收。这利不利的就算了，只要你能保证剧本能得奥斯卡大奖就行。哎呦喂，蒋丽，你怎么不早点给我介绍吴老板啊？不瞒您说，吴老板，我这儿啊已经有一电影剧本的故事梗概了，请您过目。今儿我算是遇着知音了，蒋丽。哎，我说你这名儿起的不太地道啊，什么叫我爱上了我最好朋友的妻子啊？不是，嗨，那是暂时定的名儿，咱可以随时改。你就直接叫抄后路不就得了吗？这名儿也好记，又让人回味无穷，你说是不是，兄弟？嗯，这都让人合理活拍烂了。哎，你这故事梗概简单了一点，能不能让我看剧本啊？看剧本可以啊，资您要是觉得这故事还行，我立马就给你看剧本。没问题啊，如果剧本真像故事梗概写的那样，我一定投。我对这段生活太熟悉了。那太好了，费小弟，相见恨晚了吧？今儿我让你来的时候你还不爱来呢，我说什么来着？什么机会都不能放过，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扎着了呢。还真是的，不是，什么是渣呀？哎，就是空手道啊。什么是空手道？就是空手套白狼啊。什么是空手套白狼啊？你是真不明白假不明白？就是扎蛤蟆。有没有搞错？你拿我们伟哥当蛤蟆扎了？你们叫的人呢？怎么还不来啊？我这就给您呼去。你用我这电话。哟，这么沉啊！这年头还有用这个的啊？狗烟！哎呀，对不起啊。哎，小姐，麻烦让你来点佐料。酱油吧，哟，还有日本芥末呢。你不来点？我从来不吃这东西，因为它让我想起了鸡屎。其实我刚才根本就没想有戏，我知道你想说我现在也没戏，你永远都没戏。你的想象力够丰富的，这玩意儿是挺像击穿的戏。真不好意思啊，其实我现在特想把我的三文鱼让给你，可我知道你是断然不会接受的。这种拼法也太低俗了，一点都不幽默。您让我想起了咱们中国目前最流行的喜剧片。你这么反感喜剧片，为什么还来出席这个新闻发布会啊？这屋里反感的人多了。还是你们当记者的见多识广。你刚才在电梯里不是说我是个还没出道的演员吗？那是你曾经没有实现的一个梦。我幸亏没学表演，你看看现在那些演员自我感觉都那么好。那你还追着人屁股后面写什么吹捧文章啊？谁让咱干上这个了。像这样的新闻发布会我见多了，你不就是为了来蹭顿饭吃吗？哎，你要是还想吃三文鱼，我带你去隔壁，那儿有的是。你别得寸进尺啊，我说你没戏就是没戏。
哎，这戏的导演你认识吗？你是不是想让我推荐你上他的戏？对不起，我失陪了。吴大记者，吴大记者，想接受您的专访可是真不容易哦。您身边围着那么多名妓，哪轮得上我呀？骂我，骂我，我哪敢骂您呢？哎，你怎么跟那个费小弟在一起啊？他可是个大骗子。费小弟，你认识他呀？岂止是认识，他现在还欠我钱呢。哎，吴小姐，哪天我请你吃饭吧？对不起。请你不要称呼我小姐，容易让人误会。嘿，你去哪儿啊？接下来你该问我要地址了吧，或者是你给我留个电话号码什么的。我劝你还是别白费功夫了。你还真把我给想得这么庸俗呀。不瞒你说，我想求你帮我个忙。我向毛主席保证，你只要去坐一会儿，大把的三文鱼管够。你不觉得咱俩这么发展下去特像电影里的俗套吗？我发现你能当编剧。哎，这大哥大怎么在你这儿啊？这大哥大跟我认识一人的一模一样，你一定也是个暴发户。这大哥大不是我的，还真是一农民暴发户的。哎，这小子怎么还不回来啊？哎呀，这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他八成不会回来的了。蒋丽，你赶紧看看去，这孙子别把我手机给卷了。哎呀，怎么会呀？真要卷，就不是你大哥大了。做人怎么可以这样的嘛？什么也不好卷的啦。俗话说得好，血汗钱拾的甜，不义钱难过年的啦。来，就这儿，来来，快请，快请。哎，你拿去了？吴老板都等急了。等这么半天啊？嗨，别提了，堵车。来，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就是吴老板。吴老板，这位是……我姓吴，叫吴丽萍。哎，对。哎，她就是吴小姐，是电视学院表演系的。来的时候连饭都没顾上吃，来，这是三文鱼，她特喜欢吃。来，快快快！吴小姐，在表演系上几年级了？三年级。都拍过什么戏呀？没拍过什么戏。你要是早认识费的编剧和吴老板，还愁没戏拍啊？你还是个编剧呢。他就是前两天热播的那电视连续剧《将离婚进行到底》的著名编剧费小弟呀。哎，小弟。你最近写那剧本里那女主角特适合她演，哎，是吗？哟，还真是的，哎，哎，你起来让我看看你有多高啊！丽萍，赶紧起来，让咱们费大编剧看看你的身材。我从来不看电视剧。没错，我妹妹跟我一个毛病。哎，丽萍，你什么时候认识费小弟的？我们早就认识了。哟，你们是兄妹啊？你们玩的可真够好的啊。蒋丽，不是你给我介绍这都什么人呢？这都是。哎，不是，可没我什么事儿啊。我哪知道费小弟突然变成这样了呀。哥，现在拿剧本骗钱的人可多了，你没听人说吗？要想害朋友，那你就让他投资影视。你们还真拿我当骗子了。蒋丽，今儿可是你哭着喊着让我来的。行了，费编，你赶紧把剧本给我写出来。我要让他早日跟广大观众和奥斯卡见面。哎呦喂，我真恨不得明儿就吃上开机饭了。哎，吴老板，有您这句话垫底儿，我什么样剧本不敢传呀？我也不是说的，子您做我物质上的坚强后盾，我一定把这剧本尽快给您写出来。吴老板，子您哪怕给我象征性的一点剧本费呢，那我就……你呀，别老滋我了，咱一块滋别人去吧。不是，那咱一块滋谁呀？怎么还不明白啊？伟哥的意思是可以考虑帮着你们一块找投资，你还真拿伟哥当大款了。伟哥一天到晚还不知道到哪儿去扎钱去呢。不是，那合着我今天白来了。哦，我要是知道你不能投资，我找你来干嘛呀？哎，我有好剧本哪儿找不着投资啊？蒋丽，你这不是拿我打岔呢吗？你们这不是合伙一块想蒙我剧本吗？不是，怎么说话呢你？谁蒙你了？你问许宁我缺这个吗？你以为你写了个糟剧本就可以跟我这胡资了？我这是为你好，看你挺有才气的，想教你怎么拉到钱。就你现在这方法，一辈子都甭想。哎，那你说怎么才能找着投资啊？哥，你得先管他要咨询费。算了，我看你这么迫切，
我就跟你撂了吧。今天我让蒋丽约你来，就是让你们哥几个棒子一块干点正事儿，先以我的名义办个影视公司。你做什么事情必须得名正言顺才行了吗？哎，这主意不错呀。费大秘书，瞧见了吧？问路不行礼，多行几十里。我们伟哥谁啊？高人。没看出来，多少年前就有人想拉我搞一影视公司，我就没抻他们这茬儿。你们还是另请高明吧，兄弟，我告辞了。这人怎么给脸不要脸呀？你说什么呢你三文鱼？嘿嘿嘿，你怎么跟我妹妹说话呢？爬格子你行，打架你不灵。不信你打听打听去，就现在北京东南西北城的流氓全加一块儿，他也得给我吴立伟一个面啊。伟哥，你还甭这么说，我们哪城流氓都不是，但是我要帮着费小弟把你和许宁加一块拖大兴去练一顿，你还真没脾气。什么什么？我借你个胆儿。算了，我天要下雨，娘要嫁人啊，你就随他们去吧。你们还不赶紧走，趁着我还没发火。你老拍我屁股干什么呀？哎，今儿你们把我给蒙来的。吴立伟，你们要是不跟我说清楚，咱还没完了。那你还想怎么着啊？不怎么着，只要你哥给我这剧本投资，怎么都好说。他我要是不投呢？那，哼，我都不敢往下想了。我一想结果，都替你毛骨悚然。不要威胁我们啦！嘿，你信吗？哎，错啊，这拳头先行，我现在就闭嘴！难道还想明抢啊？不，不。你还投不投？你要是不投，你就是孙子。费老弟，你瞎嚷嚷什么呢？哎呦，你怎么跟诈尸似的呀？哎，我有事儿，先出去了啊。哎呦，不是要去给蒋丽介绍对象吧？费老弟，我发现自从我认识你以后，我没见你睡过觉。哎，谁说的？我这不是才睡了一觉吗？那我怎么没见你闭眼呢？哎，真的，我第一次见着你睁着俩大眼睛睡觉的时候，你真把我吓一跳，多瘆人呢。据我所知，历史上只有两个人睁着眼睛睡觉，张飞和牛皋。张飞不跟人搞，跟牛瞎搞什么？讨厌，是有点过啊。哎，你还回来吗？不回来了。吴丽萍和我认识没多久，便在我的盛邀下常常利用业余时间帮我敲剧本，用圈里的行话讲，就是给我当枪手。其实那天我跟吴立伟他们不仅没动手，反而谈得很投机。我们从电视剧的粗制滥造一直谈到了电影市场的低迷现状。为使中国影视尽早爬出低谷，在我的积极倡导下，大伙儿一致举杯通过，立即成立伟哥影视艺术传播公司。吴立伟被推举为总经理，许宁任常务副总经理，蒋丽任总经理特别助理兼策划，而我理所当然地成为艺术总监。令人欣慰的是，我们这支队伍平均年龄只有36岁，文化程度除许宁高中未毕业被学校除名外，其余均相当于大专学历。赶紧缴械投降，争取宽大处理。如果顽抗到底，只有死路一条。
归洞，集体找来，交枪不杀！快救救我！你们放开他，我跟你们走。给惊着了吧？你怎么这么讨厌呀？拍戏也不跟我说一声。告诉你就不真实了。来，丽萍，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们国家著名导演赵立成，原来跟电视台跟我一块共过事儿。那时候他才是一剧务，没想到人一部戏就火了。怎么就火了？嗨，蒋丽，你跟人说这干嘛呀？我们早就认识了。哟，你们认识啊？吴小姐刚才的表演真是太精彩了，我希望我们能够继续合作下去。谁跟你合作啊？你先把钱给我付了。什么钱啊？哎，算了吧，丽萍，都是朋友，人家拍戏也不容易，只当赞助吧。那不成，合着我刚才白受惊吓呀？要不这么着吧，吴小姐，请不要叫我小姐。蒋丽，咱们赶紧走吧，别让王总等急了。你说这个王总是这个卡迪拉克主人吧？赵导正想认识他呢，听说这女老板特喜欢跟影视圈人打交道，刚才摄制组人找他借卡迪拉克用一下，他都没含糊，立马就答应了。哎，丽萍，你还不赶？蒋丽，我们赶紧走吧，蒋丽。哎，哎，丽萍，你等会儿，我换一下衣服。介绍王总的，人家正经是一大导演，你说我有什么戏？就是没戏，也不能给人瞎介绍。这年头狼多肉少，你不知道啊？早知道这样，我还不如让费小弟来呢。那你干嘛不让费小弟来？我压根儿都不想来。我发现你们这些人都够没劲的，天天哭着喊着告，说做梦都想抱你女富婆，怎么一到关键时刻都怂了？Very good。 哎，丽萍，你说这女老板能看得过去吗？肯定特寒碜吗？啊，有点无聊啊，又想让人有钱，又想让人漂亮，这没事儿。是啊，就是有也轮不上我呀。您能不能再给我们弹一首《花心》？对不起，我还有客人。哟，哦，您不是这儿专门演奏的琴师啊？王总招呼咱们呢。哎，丽萍，你等会儿。她就是那女富婆呀！你怎么这么啰嗦？到底走不走啊？又不是让你上刀山下火海。去，就是上刀山下火海，我也去。怎么不谈了？别说漏了嘴啊！不是那个，哎，我先找地儿撒泡尿。哎呦，人都来了，懒得上路屎尿多。淑贤姐，哎，来了。你看你这么忙，让你久等了，真不好意思哈。没事儿，我把所有事都推了，我喜欢跟你聊天。哎。我今天给你介绍一位特别能神聊的我国著名电视导演蒋丽。蒋丽，这就是王淑贤女士。你好。幸会幸会。别客气，请吧，走。哎，坐吧。哎，你们吃饭了吗？啊，吃了吃了。我还没吃呢。啊，那我再陪你吃点。同志，拿菜单来。请稍后。我刚才好像看你在剧组吃盒饭来着。哦，那你看见我拍戏来着吧？看着了，挺有意思的。不过我没想到拍戏这么麻烦。哎，你这个导演怎么还演戏呀？嗨，
这戏导演是我一哥们儿，我给他友情客串来的。哎，丫是不是借你们卡迪拉克用来的吧？对呀。以后甭搭理他们，事儿组最不爱惜别人东西。您那车多贵呀，回头给您用坏了，事儿组哪赔得起？就是，剧组的破坏力是最强的，人家都说蝗虫飞过，洪水冲过，事儿组来过。用一下不至于吧？我是过了，你们俩点吧。我不用菜单，你们这儿我老来，菜单我都背下来了。那什么，先给我来份肉酱意粉，再来份阿根廷烤肉，哎，一定要八成熟的啊，别又跟上回似的。他们这厨子不灵，上回给我那烤肉血了胡叉，根本就嚼不烂。后来我把他们家经理给找来了，哎呦，这通给我赔不是，最后白送了我一份，真逗。我们这儿早就换厨师了。不可能啊，我昨天还来了呢。那您昨天点烤肉了吗？哦，我昨儿没吃啊。那您怎么知道我没有换厨师啊？不是，合着你们这么大一五星级酒店就一个厨子呀？就跟您对我们饭店多熟悉似的。那是，这酒店刚开始装修的时候我就天天来这儿。不可能，我们这儿装修的时候还没开业，您来干什么呀？你怎么不明白呀？我就是搞装修的呀。啊。那我们饭店是您装修的啦？我那时候搞电影美术设计，你们这整个饭店都是我设计的。哎，服务员，哎，你给我拿一份炒饭和一份胡菜汤，快点啊！哎，丽萍，你吃的也太少了，我给你推荐一个得了。我够了。哎，淑贤姐，你刚看他们拍戏来着？啊，您还在点点什么吗？哎，你怎么还不快去啊？哎，你是新来的吗？我长这么大，还是第一次看到拍电影。蒋丽，淑贤姐跟你说话呢。哦，王小姐，您刚才看那是就是拍的是一电视剧，不是拍电影的。对不起，我不喜欢人家称呼我小姐，你还是叫我王大姐吧。你说电影和电视有什么区别呢？区别大了去了，电视剧哪能跟电影比？我就喜欢看电视剧，前段时间电视上老播一个将离婚进行到底的电视剧，我女儿可喜欢看了。那是我一最好的哥们费小弟写的剧本，本来应该让我导来的，后来让一傻帽导演给呛了。我跟你说，要我导来会更好看。那你能把你那个哥们费小弟约来让我见见吗？淑贤姐，那个你想见他呀？我分分钟钟把他给呼来呀。我说蒋丽，你怎么？哦，对了，吴丽萍现在天天跟费小弟一块弄剧本呢，还用我叫啊？哎，丽萍，你也认识费小弟啊？淑贤姐，你别听蒋丽的，我跟费小弟关系一般，而且我对这人感觉不是太好。哦，是吗？喂，我一猜就是你。哎，我跟丽萍在一块呢，我们正说你呢。蒋丽，你是来打电话的，还是陪淑贤姐聊天的？去那边打电话去。小丽，你是不是又蒙人吴丽萍给你介绍对象呢？孙子蒙你，这富婆别提多飒了。我不信。一般富婆哪有漂亮的呀？不是，那你说她长得像谁？长得别提多像撒切尔夫人了。不是不是，比撒切尔年轻。你说像中国的谁啊？我就这么跟你说，长得别提多像北京人在纽约里那阿春了。不信你问吴丽萍啊。等会儿啊，你还没完了。喂，你信蒋丽的呢？他的话你能信吗？说什么呢？蒋丽你个大笨蛋，这事儿要让费小弟知道了，还有你什么戏啊？我就没想有戏。你可真没劲，是谁天天哭着喊着要傍英女富婆来着？快去吧，别跟王先提费小弟啊。喂，丽萍，你别骗我了，有这么好的事儿，你干嘛不先想着我呀？不够意思啊！啊，那你说那富婆有多高？真的没骗你，还没日本首相高呢。骗你我是小狗，行了吧？哎，我跟你说啊，晚上我不过去了，你自个儿慢慢写吧。你们在和谁通电话？嗯，没事，我一哥们儿媳妇儿非得哭着喊着上我的戏，问我怎么样。我一见他本人吧，觉得他个儿忒矮，没戏。我们得尊重艺术，是不是？哎，小姐，赶紧给我们催催饭，怎么这么慢呢？
没办法，西餐就是这么慢。原来可不这样，都这德行，只评上五星就完蛋。淑娟姐，真对不起，别介意啊。嗯。甭理他。哎，这不是刚才拍电影那个导演吗？他在跟你们打招呼呢。你别理他，我特烦这人，他就是一骗子，到处诈人钱。王老板，你好。早就久仰您的大名了，只是一直没有合适的机会拜访您。今天真是三生有幸。哎哎哎，没看我们这谈正经事儿呢吗？赶走吧。王老板，别紧张，我是特意来感谢刚才您给我们剧组提供卡迪拉克用车的。那你也太客气了，干嘛还亲自跑一趟啊？直接到我们公司财务部结账就行了。咱不说好白用吗？是吗？哎，我们公司人没跟我这么说呀。这年头哪有白给的好事儿啊？哎，还不赶紧把账给人结了呢？别慎着了，那么昂贵的车，回头你给人用坏了，你把事儿组卖了也赔不起。王老板，您这么大的买卖，也不在乎这点钱吧？你怎么不明白啊？这是人血汗钱啊！奖励，你行啊。王老板，你说多少钱吧？我赵立成好歹是一著名导演，咱丢不起摄制组这人。给你打个八折吧，你就付6000。什么？哎，我们就开了一下车门就宰我们6000，早知道这样我不用你车了。谁也没让你用啊，人家给你打八折就不错了，我还没管你要酬金呢。我这不收，直接送到公司财务部就行了，就在5楼。蒋丽，你别想再上我的戏了。对不起，王老板，我这个电视剧的片尾不能给你们公司打明线了。等哥们儿这戏火了，你们就后悔去吧。就你那德行，要是火了，全国人民都能火。王老板，你提防着点这种人，小心他们秀你的血汗钱。我就没想收他钱。其实他也挺不容易的，拍戏的人都觉得自己不容易，您可千万别让他们给蒙蔽了。没这么严重吧？我觉得你们影视圈的人挺单纯的。哎呦喂，我的淑娴姐，您可真是太单纯太善良了。我实话告诉您吧，我今天就是来扎您钱的，不信你问吴丽萍。蒋丽，你胡说八道什么呀？淑娴姐，你别听他的。什么叫扎呀？你们搞房地产的不知道什么叫扎呀？啊，真逗了，不扎你那盖楼的钱从哪儿来呀？你笑什么？我说的没错吧？请问哪一位的面？嗯，这儿。嗯。烤肉。放这儿吧。他们家这味道真不如从前了，而且这量也少多了。那什么，淑娴，你不来点儿？你吃你的吧。你别客气，我吃不了，真的真的，我给你分点，你尝尝啊！我真的不吃。你是不怕我有病传染给你啊？没事，我真没病，我给你扒到这边，这边我没动过。我真的不吃，一般晚上我吃不了什么东西。人家淑娴姐不想吃，你瞎劝什么呀？你不是减肥呢呀？你看我胖吗？你身材多棒，瞎减什么肥呀？其实像你这样的吧，胖点好看，瘦了就没劲了。我就喜欢胖点的女孩，特有味道。你觉得我有味道吗？太有味道了。其实像你这样的吧，年轻的时候你准是一柴火妞，随着年龄的不断增长啊，你就变得越来越有味道了。不是，你到底多大岁数了？你瞎问什么呀？你看我有多大？怎么着也得40多了吧？我看上去有那么老吗？你不孩子都生一大堆了吗？丽萍，我明天早晨还有一个重要谈判，要不今儿先到这儿吧。淑娴姐，那不是。别着急的，待会儿啊！你不是想减肥吗？我告诉你绝招，什么减肥茶呀、节食全瞎掰，还伤身子。蒋丽，你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东西！哎，不是，别走啊！哎，没买单的哎。喂，谁呀？说话呀！
对呀、啊，你是谁呀、啊？是这样的，吴老板啊，就是伟哥呀。他让我问问你需要不需要服务呀？什么服务啊？什么服务都有，就看你需要什么样的服务呀。哦，哎，我告诉你一电话，这地儿的人急需上门服务。那你说吧。6470-1593。对不起，大哥，这个电话不会是公安局吧？不会的，这家可是个大款，你就赶快打吧啊！哎，要是个女的接电话，准是他们家小保姆，你就直接跟她说就行了。那就太谢谢你了。不用客气。喂，谁啊？说话。你好，伟哥让我问问你家主人需不需要服务。什么服务啊？我们家不需要保姆。什么呀，我不是做保姆的，我是提供特殊服务的。特殊服务都有什么呀？我不跟你讲了，你把你家主人找来好了。混蛋，我就是主人。有病啊。怎么了？蹲着了，费小弟，你真够可以的你啊！我这好心好意的看你写剧本挺辛苦的，这领导想关心关心你吧，派个小姐上门给你服务。哎，你丫凭什么把我们家电话告诉那小姐？废话，我媳妇接的电话，她都跟我急了。哎呦，真对不起啊，我以为你跟我开玩笑呢。要不然我给你媳妇打个电话解释解释。你这脑子让驴踢了，你这不是诚心害我吗你？哎，你那剧本写的怎么样了？你可得抓紧啊。是啊，我和你妹妹天天都在加班呢。哎，我听说你妹妹给蒋弟介绍了个富婆，真的真的，就在你打台球那个饭店咖啡厅。骗你我是孙子。